苗木成靠北有白痴。苗木成跟伊藤成差很多。哦，这里。欸啊，为什么不能动啊？干，都可以移吗？为什么？怎样啊？对。为什么拿个宝箱还要搞这么麻烦？另一边没有地方可以进去啊！没有可以过去的，果断。又懂，可以了，成功。お宝回収。口那边吗？现在才有金刚号，嗯。到着。さあ、行きましょう。的母亲吗？为什么突然这么问？你到底是谁？我不是什么可疑人士，只是想问一些问题而已。说自己不可疑的人都最可疑。如果是要来要钱的话，就回去吧，我没有能还你的钱。还是你想杀了我，夺走我整个家？我不会做这种事啊，只是想请你告诉我关于赫哈尔的事。啊，我才没有那种放荡的女儿呢。一点都不了解妈妈的心情，真是个自私的女儿。你不担心你女儿吗？要你管！从未谋面的你们，怎么可能了解我们？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ぜ！噔噔噔噔噔。看着你那直率眼神，总觉得让我想起丈夫的死。我看你现在是比较认红莲当丈夫哦。你的丈夫在哪里？赫哈尔的父亲啊，被赶上战场而死了，留下来的就是我和赫哈尔还有欠债而已。我因为生病，所以身体很虚弱，就连工作也没办法做太久，所以生活过得很苦，欠的债又不断增加。我在金钱上被逼得走投无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过生活吗？真的很辛苦。在这种时候，女儿却说想去跳，想去跳，哦，根本挣不了钱的舞，想去跳啥小？因为这件事，我和赫哈尔每天都在吵架，最后女儿再也受不了贫穷，讨厌我而离家出走了，所以她才会在巴拉那里当舞娘啊。结果那孩子好像成功了，每个女儿为了治我的病，每个月都寄钱回来，
或我这种人拼命地赚钱，可我却没办法做出母亲会做的事，也没办法增援这孩子的梦想。或者这样无法让女儿幸福，这样的我太过悲惨，我都无法原谅自己。其实我很希望这孩子变得幸福，想让他尽情跳他擅长的舞，但是只要我还在，他就无法实现这个梦想，那孩子也没办法变得幸福。我不想再让这孩子受苦了，那么我消失的话，他就……你这个笨蛋！哎，不是啊，按理说，问你女儿说，我才没有那个笨蛋的女儿。你离开的话，你觉得赫哈尔真的能变得幸福吗？对女儿来说，你是唯一一个母亲哦，能守护那孩子只有你而已。如果你是真的为赫哈尔着想，我认为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应该作为母亲守护女儿，并且一起活下去哦。你说的没错，我这个母亲怎么能丧气呢？不管什么时候都必须站在那孩子的身旁才行啊。可是那孩子回来了，我想为至今为止的事好好向他道歉，然后再和他谈谈关于一起住在这里的事情。好，这样就好。对了， 我女儿虽然没有回来，但最近收到她寄来的信吗？在艾尔格利亚旧街区有笔大生意，马上就能拿到很多钱。在那之后我就会回家，信里是这么写，但是在那之后不久就毫无音讯，也不知道是会什么时候回来。来呀，那个虽然我跟你没有熟识到能说这种事，但如果我女儿在做什么坏事，你能不能帮我阻止她？交给我吧，她最喜欢这样，就是一直弄鼻子，好烦的。我会用我的正义之心让你的女儿悔改的。那么你不是啊，重点就是你还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事情，你就觉得人家在做坏事？问号，拿到一大笔钱就一定是做坏事吗？那么去斯培尔比亚的艾格利亚旧街区寻找赫哈尔吧，哈尔就拜托你咯。惊醒吧，你没有女儿。哎 ，Just， 白痴了。好远哦。拳头摸住很奇怪，他拳头应该超大的吧？这里有一个问号，哎，要皇宫。是皇宫吗？是皇宫。哦，我看错了，不好意思啊。最近美国是不是有一个9岁女童在炫富？对，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可能因为我每天都睡醒就吃饭洗澡开台吧。叶菲尔皇帝平安归来了，只是失去棉金剑大人这件事还是令人担忧。雷耶夫大人也因有重要使命而尚无法回到城内，就在我后面啊。我们亲卫队必须好好守护地下才行。不是啊，我炫富什么的，中国不是超级多的吗？死秃了！你这个话搭的正是时候啊！收到进行谍报任务部下的报告，关于以前杀害我妻子反帝国组织布里欧纳克，这是他们的名字啊！我真有意思，干，这就是那个看起来像女，就是那个舞娘的那个人的议员的，为什么议员会长得像舞娘？这么奔放吗？我们得到情报，布里欧纳克的成员近期打算举办集会，地点在2号裁决场，和帝都阿鲁巴格玛非常接近。我认为应该向议会报告布里欧纳克的事，由军队着手进行扫荡作战。不过为了避免像妻子一样受到妨碍，一想到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连儿子也被卷进来，我就犹豫了。不可靠的言语啊！你们肯帮忙调查的话，我就能专心保护自己了。我再讲一次，地点在2号裁决场。
聚集的是库里欧纳克的成员，听说有好几个人请务必小心。我要先去找赫哈尔。六阶曲大成。在这里，啊，马蒂娜 VS 光焰，马蒂娜完胜，为什么？本质来看，你是说本质的数量吗？本质的数量 DQ 要赢太简单了吧？すっかり日が暮れてしまったな。夜更かしは美容の敵。为什么？早めに休むとしましょう。麻烦哦，更快的方式呢？DQ 比较有名啊，是马蒂娜是勇者斗恶龙的公主。杰的魔族真的找到超他妈奇怪的，奇怪到不行，超好笑的。我要装ほんの少しだけ僕に力を貸して。ご期待に添えるよう頑張ります。炎よ。是啊，对啊。炎よ。お願い。いかがでしょうか。马蒂娜算是勇者的。但不是亲生姐姐啊，但是差不多吧。もふふ、伊達店に任せておけば問題ないぽ。問題ないぽ。是啦，那个是那个雪梨亚。跟维若妮卡，怎么样？我厉害吧？腐朽的劳工用桥，雅俄尔，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快来救我摸！想听见从某处传来的求救声。我肯定是没有玩过异域神兵，对啊，我没有啊，怎么了吗？对啊，马蒂娜跟勇者没有血缘关系啊，可是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啊。等等，我马上就去救你。隔壁邻居的大姐姐也是姐姐啊，对不对？怎么了吗？敢竟然没有，竟然命死在一个山上。
跑出一句，我肯定是没有玩过地狱神兵。是哪里啊？他目标是去哪了？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而且你也要看在哪个主机上面了、啊。但话说回来，你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做什么？哎、欸，那个嘛，要比小声音哦。名就雅儿。哎、欸，你是商人啊？我博主大部分都是商人嘛。那卖什么商品啊？让我看看，说不定我会跟你买一些东西哦。哦，现在没有商品吗？哦，我看是吸毒啊。什么？明明是个商人，却没有商品吗？猫猫猫，因为被刚刚的怪物抢走了吗？你说什么？还真可怜啊！不过他们什么都没有带走啊。那是这个诺鹏，从刚才开始的行为就很可疑耶。对了，他好像在隐瞒什么，就去看看吧。战斗钩，说以太那个、哦。可使用棉金剑的水晶耳，太棒了！剑是什么病啊？因为都在解他的任务啊。那棉金剑的属性。
明金建筑师。水属性，雷雷符现在有什么？一个风，一个火，不要了。水坦克，那就是给他的、啊。私の名は和田摘み。和田摘み。この太刀で君を守る。黑人服当然是女的、啊。真的很悲戚。よろしく。你好凶哦，你怎么对他那么凶？人家好歹也是弟弟的神剑，剑灵神剑啊，什么剑灵？哦，什么水属性？古代文明知识，我就是要你啊，太棒了！怎么都喜欢虫啊？还有跳跃，哇，真好用！啊，棉金剑啊！正義は必ず勝つ。必ず勝つ。看着我的眼，这就是正义的双眼。看着我的这双眼，老实说，你有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有什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真的，你能对自己的心发誓吗？如果有做见不得人的事，就把一切从实招来吧。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抛下你不管，由我来救你。我知道了吗？然而，全不招的吗？就是这样，我是接下叫赫哈德姑娘委托的工作去摘了三种药草回来摸。你说赫哈尔？但是那个药草的用途是什么？药草是能让体力和力量都变成两倍的制作花粉团的材料摸。多诺蓬族最喜欢的花粉团啊，是在有些国家是被禁止的吧？哎，是吗？花粉团的依赖性强，使用过度的话会危害身体的。所以在斯培尔比亚应该是被全面禁止的，就是这样吗？赫哈尔知道是禁药，却还是高价买下了吗？原来如此，谢谢你跟我说，雅尔。因为我被你那炙热的双眼打动了吗？今后我再也不做糟糕的工作了吗？糟糕是怎样卖身吗？那么交易会在哪里进行？赫哈尔也会在那里吧？我是不知道赫哈尔现在有没有在那里吗？只是收集来的药草预定要混进其他的货物中，请阿南。洋港的船员来运输吗？阿南洋港啊，那位船员的名字是叫赤巴利吗？哇、哦，赤巴利做好觉悟吧！他怎么默默升一级啊？どれどれ？没有鼓励人嗑药、啊。要是遇到红莲，你一定回他一句“妈的智障”。どれどれ。こう見えてアグリカルチャーは得意分野ですもん。超过分嘞！
半属性之力九。是巴利先生，我是从雅尔那边得知的哦。哇，还要先攻出人家啊！你是雅尔派人的吗？那正好。我正因为货物不够而烦恼啊！你们能否快点去取回货物啊？哦，你是要我帮忙走私吗？哇哇，等一下，红莲，做什么？我现在正想让这个家伙悔改。红莲，说不定赤巴利先生跟走私毫无关系哦。你说什么？十岁零四，靠谱。雅尔曾说是混入其他货。货物中吧，现在我们乖乖帮他得知运送目的地比较好吧。真是没办法。斯巴利先生，回收货物就交给我吧，但是能否请你告诉我该拿什么回来。对了，不过是两个巨神兽的头盖。头盖和五个巨古老大圣杯啊。如果没有存货，我想去打捞也能取得，麻烦你快点。我完全听不懂。斯巴利，我干奶。怎么突然大叫啊？不，没什么，那我去去就回。干低能儿。但大多数很少人很少用的大脑保护装置，我知道啊。重点是为什么会是？哪里可以获得啊？这里吗？拿捞看看好了。レックス、お土産期待してるっぽ。ジュリー。サルベージ、楽しんでくれよ。よっ。よし。就是有点正义魔人的感觉。いただき。看一下那个在哪里好了，做一个古老大身份跟神盖嘛。宝物，古拉，看见在古拉，看一下在哪。朝になったね。気持ちを新たに頑張りましょう。巨神兽头盖骨吧。每个打捞点都一样吗？那是什么圣杯嘞？古代大圣杯，支培比亚帝国就有。
都正义魔人，当然就自律性要好，要不然他怎么说服别人？有两个古老大圣杯，还要三个。圣杯满了，然后我要去古拉。梅林符特别引爆，什么意思？没有存在感吗？搞的鬼啊！真希望他们节制一点。之前也被袭击过吧，大家变得很不安了，真困扰啊。震动期间，自己团虽然有在增多监视行动，但伊拉什么的可是对付不了啊。错字神剑，他的错字比人中之龙还要多哎、欸。以避难为优先，尽量想办法吧。哎，光是想想就好累哦。奈何订阅不见了，你从 F5 看看。有没有觉得这游戏很难玩？真吗？掉到怪了，什么时候定的？你还记得吗？一定还有啊，只是说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已。
不是月初，那搞不好是交接点吧？会不会是交接点的关系，所以你刚好没有了？可能等一下就或明天之类的。X、お土産期待してるっぽ。ジュルリ。みんな期待して待ってて。タック。ほっ。よーし。絶好調。絶好調。幻想生物。他的剧，我有稍微看过人家玩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剧情极愤，愤到不行，然后那个模组有点问题，其他我就不知道了。なかなかいいじゃない。心強いね。お宝回収。幻想三国我不知道。八股，耶、yeah ！X， お土産期待してるっぽ。ジュルリ。サルベージ、楽しんでくれよ。タック。ほっ。よーし。那有些指令比较复杂的地方，能捞到的东西好像比较好。絶好調。好多，お宝回収。哦喂，这是不是很不好？お宝回収。哎，有了，耶！这里的。花园等级二，就因为 DR 买个那个打捞瓶，矫情。さあ行きましょう。苦说不他，马比欧啦，那，觉得应该明天就出现了吧？有趣的是，听说阿凡利提亚巴商会的巴恩会长最近失利了，失事了，别人说他其实偷藏了许多财产哦，有人在说他是靠爸。才能当上会长的，他这很有暗藏财产，一定是很大一笔钱吧？只在这餐厅工作的微薄薪水，永远赚不到金额，哎，好羡慕哦！我也觉得，真的。爸爸靠不及，打捞业有吧？沉船的地方比较多打捞业啊。好，收集到了，那也差不多该出发喽。委托人正殷殷期盼着呢。那这些货物要送到哪里？到卢克斯利亚的玄武港。然后委托人是谁吗？这种船是用来载送各种
委托人的货物，所以运送了什么谁是委托人都不清楚吧？这样啊，这货要在哪里交货？下港口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不，你不需要在意。那么我要出发喽，谢谢你帮的大忙啊！靠腰捞鱼，捞鱼不一样。看来赫哈似乎打算以卢克斯利亚为据点，将花粉团走出至各国啊。所以卢克斯利亚才刚解除锁国嘛，还不是因为我们王子没有确定的进口通路，所以就算带进很可疑的物品，说不定也很难查出来。想在我国家做坏事还早100年呢。赫哈尔也许会到玄武港领取货物，要守好现场。哇、哦！我要把走私的小混混们一网打尽。之前我们德瑞克四代的时候不就有在打捞吗？在这里等着，赫哈尔就会出现，对吧？一定会的，相信这点，等着吧。然后等了3天，然后都没有女人来呢。然后你是说我们被骗了吗？嗯，这可不一定。这很正常啊，他说不定是刻意不现身的啊。好吧，这时候就要靠情报商了，那就要去特奥斯奥莱的夜市吧。没事啊，有恶徒在那里做生意吧？我能制裁他们吗？你是白痴吗？在说什么蠢话、啊？不行不行，红莲虽然有个黑字，但并不是这么坏的地方。要是黑字从特奥斯奥莱消失了，那卢克斯利亚的人民就会因此饿死哦。哦，是这样吗？没错，都是普通人在做生意，只是没有得到正式的许可啊。应该是说人为了生存必须的恶吧。哇、哦，这是令人烦躁。这边很久靠腰，我觉得怪怪的。没有，不止3个男人吧？明就还有女人吧？这人真的白痴，能踢出组队啊？不要啦，我都练他那么久了，你看他这么满了。他的强度都已经40了，怎么能踢他啊？然后捧一下，100%的正义魔人。马哥，马哥的爷爷一直都很忙碌哦。在其他地方的话，许多人都会把商品带过来，这边不一样，很辛苦哦。有什么没有了不起的人允许就不能将商品带过来吗？为什么吗？为什么吗？马上快点到来吗？爷爷的工作快点结束吗？特奥斯奥莱是很漂亮的城镇，对吧？都跟图鉴上看到的其他国家城镇都没有这么漂亮。只可惜大家都没什么精神，爷爷跟奶奶也总是很难过的样子。像我这样喜欢制作城镇、喜欢漂亮的东西的话，一整天就会很快乐的说。那很漂亮啊，我觉得其他城镇也名就很漂亮。是不是北韩啊？龙斯，可是龙斯应该没那么白痴吧？用卡怪怪的。是从外面来的人吗？好，我就告诉你这城镇的事吧。艾尔姆广场中央那个像塔一样的东西，里面有巨神兽的以太在流动着。利用以太能量把水加热后，让热水在王都内循环。所以就算外面下大雪，王都内还是能够保持温暖。学到了吗？蛮厉害的技术。
又是这。この程度の高さ。ジャンプ。でその。是为了这种事情，我要一直换神剑，就好烦哦。いかがでしょうか。風よ。裂的墙壁，金属性之力。ご期待に添えるよう頑張ります。よろしくな。よろしく頼む。你什么都没有。役立ってみせよう。怪力只有二。还有谁有怪力吗？怪力是要六。没有没有，三而已。私の力を使えば。私の力で。大地よ、力をく。頑張りますもん。你现在在破坏遗迹吗？现在雷克斯要改名叫做德瑞克了吗？いかがでしょうか。私の力を使えば。私の力で。大地よ、力をくれ。この程度の高さ。ジャンプ。でその。好麻烦哦，超级他妈麻烦。いかがでしょうか。私の力を使えば。私の力で。大地よ、力をくれ。この力で。この程度の高さ。ジャンプ。でその。这个是，そうです。過去に思いを馳せるのも良いものです。不要换。もふふ、伊達店に任せておけば問題ない。俺の出番か？料理、掃除、洗濯は任せ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の期待に応えてみせる。戦いも。お任せお任せ。僕の知識最大限に生かしてほしいな。这样不要从早到晚都直播。興味深いわね。そうですね。なるほどなるほど。過去に思いを馳せるのも良いものです。所以之前要跳很多地方，应该也是壁画吧。其一为坠落雪原的黑桥。应该，这传下去应该比较快。
さあ行きましょう。不过我觉得你说你要练一些神剑什么我没有意见，可是你不能我一定要装，真的很烦欸，要装真的是很烦。很缺观察眼，哪个塔啊？有点忘了。重视着人与人的连接，连接并活得越久，便什么都打听得到。你有想知道的事吗？采集情报怎样？赫哈尔的地点，哇，还要花我10000块。右盖尔盖姆正门遗迹进行贸易。应该有位叫赫哈尔的斯培尔比亚女人偷偷把花粉团的材料带进来才对。你知道详细情况吗？角色的三小，你说查理吗？对啊，我知道，若是斯培尔比亚女人来这里，那可是很显眼的。货物是被运送到旧盖尔盖尔摩正门的附近，那个女人不知道在那里制作些什么，是花粉团吧？不知道，这可不一定。我是不知道他制作什么啦。这样，谢谢你的情报。就盖尔盖姆这门遗迹是从玄武大学院走会比较近。那话说回来，我们终于抓到赫哈尔的行踪了呢。是啊，终于能和赫哈尔面对面了，打起精神走吧。超长的这个任务。雷欧列诺斯，お宝回収。正想要得手，哦，泰奥斯卡尔迪亚般坚不可破的你心，我该如何打动？请别打扰我，正在利用这景色追求他。哦，旁边这妹妹长得不错哦。奥斯奥莱这城镇固若金汤，或许是因为如实呈现自阿黛尔的时代延续到今日的历史重量吧。越是难以陷入的城池，攻陷之后的喜悦会更加甜美啊。就是五娘的脸啊，就跟那个库许长一模一样啊，看过他。よっと、オフボニア。大图书馆。从外面来的吗？有带书吗？外面国家的书？哎，抱歉，图书馆的书能读的我都已经读完了。原来是爱书的女孩呢。想说外来的人可能会太因为迪亚或斯佩尔比亚的书。卢克斯利亚很长一段时间和其他国家都没有交流，因此我想要读更多外面国家的书。哇，耶，增加了新的。传说中的勇者亮晶晶的公主，小不点的妖精。哦，猫猫，定在书中的世界魔。大瀑布在书中能变身成勇者、公主、妖精等，想变什么就变什么魔。只要变身成某个很棒的人，便能了解到他人的心境，也能因此变温柔。真想告诉你哦。哦，飞空艇 ，FF 系列几乎都有飞空艇啊，就只有 FF15没有吧？不对，12、13、12还没玩过，我也不知道，13玩一点点而已，8代跟9代都有啊。
在城镇用飞行探索，说创世神的那种创造者模式。欢迎光临这里，主要是贩卖图书馆里面有的新书哦。哎呀，魔甲兽的心情关我屁事哦。よく見ることが。不行啊！哦，我要走这边就进，哦，他研究清楚。見つけたぞ。一つ思い。母甲受挫了吗？是没有啊。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殿下。殿下。おお、久しぶりやな。親父は中か。はい。殿下の帰国を心待ちにしておいでです。はい、梁金半次。あほ、そんなことあるか。もしほんまやったら天地がひっくり返っとるわ。気遣いは無用やで。恐れ入ります。哪一代都是飞空艇啊？どうやらこっちの状況は伝わっとるようやな。对啊，说到范达美。話し早いわ。索尼亚。不救范达美，也不救方，就救那个小正太。虽然我知道有一点啊，因为有伊拉的人在。どうされました？いや。トラ。干什么？え、飲んでたの？確かに花は自分でエーテルエネルギーを作り出せるけども。すまん、今は言う通りにしてもらえると助かる。わかったも、トラに任せろも。任せるも。我是走错路嘞，算了。自由飞车我知道啊，出去好久没出来了，没有啊，因为现在我有委托天，所以封的就很难出来，而且出去加那个红莲会变坦克，我就会被打。那也是王都特奥斯特莱王宫特奥斯卡尔迪亚。外来分子听着，在卢克斯利亚不允许任何扰乱秩序的行动。如果不遵守规定，就会立刻被驱逐出境。把这个事记清楚了啊！没有啊，只是我那个飞车你要通关，还有啊，基本上有跟没有一样，而且超难听的，还会直接嘣嘣砸。第一次脱帽，哎，笑屁呀！看起来超拽的。天の聖杯か。是屁呀！哦，诶，我说什么？我妈妈，妈妈，ちょっと、なんだよこれ、カメちゃん。